喂，早晨，我又飞啦。今次我系飞啲柬埔寨嘅金边。瑞店就攞到呢一张 SIM 卡啦，点样可以攞到呢？就是买任何物品都有一张免费嘅 SIM 卡，即系买支水都会有啦。但系重点啊，得呢度嘅啫。啱啱翻到酒店啦，好柬埔寨啊！呢个感觉。好啦，又去行咗另一度嘅位置。咁呢个位置有啲咩买呢？都系一啲街市嘅嘢咯。我真系其实好想买下嘢嘅。咁啱啱买咗副太阳眼镜 ，OK 嘅。我俾大家睇下我副太阳眼镜，买咗呢副太阳眼镜。咁但系咧呢个 moment 咧，真系唔知道买咩好啊！俾我买啲嘢啊，买条裙啊，不如。我哋第一日落機咧，已經係要做 SPA 噶啦，所以咧我哋就 book 咗一間咧，聽聞係幾出名嘅 SPA 嚟嘅。睇一睇先，錯啦，咁呢度有塊鏡咧，應該係俾大家打卡嘅。點解要講嘢咁細聲呢？因為呢度真係好靜啊。咁呢度咧就有好多佢哋啲 product 賣啦。一入嚟其實已經係勁香。哦，就係呢度啦嘛，香味就喺呢度嚟噶啦，原來。嚟到第二日啦，我哋酒店出边嘅风景。话说咧，寻日喺呢个 market 买咗呢条裙啦，我以为自己着唔落，点知着得落啊！射枪啦去，拜！好啦，今日第二日咧就带咗我哋嚟呢个 Brand Cafe 啦。听闻佢呢间 Brand Cafe 咧系本地人开啦，同埋系好多间分店噶。哇，你睇个楼面几大！好啦，我哋而家行上去啦。上面就是这样了。昨天就是 Ken 带我们，今天我们的新朋友 Henry。 Hello Henry， 跟大家 say hello。 Hello Hello， 听说你 很爱喝酒吧？我喝酒超垃圾。当你会什么？那我会给你倒酒。就去一个射枪的地方啦，咁呢个地方咧就比较偏远少少，咁所以头先我忍唔住咧都瞓咗觉，哇太晒，戴翻副眼镜先。明星生活嚟到一个咧打真枪的地方啊，真系不说开玩笑，我有啲紧张。大家睇我身后面，全部都系真枪。我听他们说话会很震撼，我不知道，我有点担心。哇，但这里真的很大，给大家看看。这里有很多不同的设备，这里就是一个打卡的地方，你就可以在这里拍一张照片，它上面就有不同的价格的，大概这个价钱。他们这里是讲美金的，我们就应该是选了这个30 round 这个，大概就$60，你就可以玩四款的枪。咁我哋玩枪之前咧就要睇 briefing 噶，佢就有呢啲，跟住咧我哋就入到咧呢一间房啦，呢一间房咧就真系真正射枪嘅地方啦，大家睇一睇。射完槍啦，啊 ！Thank you guys， 耶、yeah ！哇，我好
好震撼啊！真係覺得，因為咧我頭先係去到第三把槍、第四把槍嘅時候，佢已經換咗一個細啲嘅子彈俾我啦，所以射嗰時候咧係已經係冇聲咁滯。但第二個槍嘅時候咧，哇，勁震撼嘅聲音，已經成功玩完啦，耶！我而家咧就換咗一身嘅裝扮啦，因為我哋準備咧就係 Rosewood 嘅一個 Sky Bar 啦。香港嘅 Rosewood 有咩唔同咧？即刻帶大家 tour 啊 ！Oh my god！靓啦，我已经见到啦。哦，哇 ，Henry，good job。哇 ，Henry 帮我哋订到一个最正宗嘅望到下面呢个大网啦 ，Sky Bar 嘅地方。而家望下，我望到后面嘅日落。我带大家去 tour 一次啦。其实呢一度咧就系一眼睇晒噶啦，就有一啲酒吧啦，既有呢一个打卡位啦，跟住上面咧其实都仲有一个打卡位嘅。阵间都可以上一上去。今日嘅天气其实都系好靓嘅，不过有少少雾啦。抵咗未？就嚟到一間泰國餐廳 ，Mamata， 冇錯，係柬埔寨嘅一間泰國餐廳。好，這個地方很漂亮，這個地方就是 Mamata 咯，是本地的泰國餐廳，最漂亮的泰國餐廳，好漂亮，最正宗的一個泰國餐廳。是啊，比泰國還正宗嗎？差不多啦，相當於就回到泰國的感覺。是，我哋叫咗呢度嘅 Pad Thai 啦，同埋空心菜。我哋啱啱咧就嗌咗豬頸肉啦，同埋冬陰功啦，已經係不足咁多啦。我而家試一試，好唔好味先？好，佢唔同普通嗰啲冬陰功咁油膩咯，佢係有少少清新嘅感覺。唔知係柬埔寨嘅菜或者嘅廚師啊，定係點咧？普遍都係冇咁膩咯，因為我哋食泰國菜可能就會覺得哇，即係要飲啖水，但係柬埔寨菜係。又有好介紹啦，佢帶咗我哋嚟一個咧外國人嚟嘅酒吧啦。Pretty good, pretty good. 哇，抖音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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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耶！